我是高官列车长来拜新年10月16号。北方路上呢19:17，那就是13-14的普悠玛哦。普悠玛叫车王10-02-10-01。10-02-10-01，普悠玛叫车王在瑞芳瑞芳站通过。以后司机上马齿阿鲁发车就明显线，还有天龙的3级TS， 那是叫客车在瑞芳站里面切个干旱，再见了，拜拜。